明达华环保站租约到期，这次古晋慈济志工最后一次一起打扫环保站。每一点一滴你在看着这些板，你都会想起那个志工之前在这么辛苦的铺这些地板，在钻这些，在钉这些屋顶。这个环保站是每一个志工一点一滴的爱心来成就这个环保站。这个环保站关掉，我有感到很可惜呀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环保点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还要有这些资源想要送过去。通知大家，明达华环保站已经停止运作了，然后那你们的资源要送去哪里？你们可以送去新一村环保站。环保站成立七年，志工逐户拜访，感恩社区居民常年一起响应环保。一点点小意思啦，祝福你平安吉祥啊。感恩他们这一路来都一直在环保站这边送，不只是送资源，可能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会阻交通，会弄到一些不方便啊，都感恩大家包容啊和体谅。明达华环保站虽然结束运作，但环保不停止，志工鼓励居民可以到附近的新渔村环保站继续做环保。大爱新闻陈佩丽、沈泽荣，马来西亚报道。